过夫妻生活，男人最让女人尴尬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说到这个话题，作为女人还真的有点害羞啊。但为了避免广大男人踩坑，我必须得告诉你，先给我点个小红心，我怕你之后啊找不到我了。那么这个最尴尬的事情就是，当你们你侬我侬兴致勃勃的时候，他一靠近你就闻到你嘴巴里面的异味了，那么这个再好的气氛都会被你搞没了呀。所以我建议你们啊，一定要随身携带这一款口腔喷雾，它也叫做接吻神器，可以助你一臂之力，就这么小小的一支哦，非常的方便携带。最重要的是，它这个味道呢是让女人都非常喜欢的那种淡淡的果香，在进行约会之前你就喷一喷，这个味道特别的上头，当你慢慢的靠近对方，他就已经闻到你嘴巴那股淡淡的香味了。你说有哪个女人能够抵抗得了这种柔情的蜜吻呢？趁现在有活动，左下角赶紧去抢。